两个楼，这个全部加起来100万。下一个打算就是把那个大车弄好了，这边一边开车一边干活。年轻的时候早点这样就好。马上到一个朋友的家里，这边买的一个中古的房子，然后自己在这里改造，所以今天我们来拜访他。这是我们第一次拍这个算是纪录片吧，以人物为主题的，这是也是我一直想拍的。およそ300m先、左方向です。应该还有几百米就到了。嗯，完就到了。是吗？是。二哥。Hello Hello。目的地今天。你好你好，没事你先打。你得绕一下。哦。对，到前面掉个头再。好。好。倒进去还是开进去？好。好的。还可以倒，还可以倒。还可以倒点，还可以倒点，还可以来点儿 ，OK。啊，はじめまして。すみません。先にお土産どうぞどうぞ。すみません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。この車はそうか、一応寝れるように。乗れそう。わあ。あ、寝れる寝れる。これ二段。もう全部あの外したんですよ。もともと棚とかも。うん、あった。二段目でしょ？これ自分で。これは一段目。あ、これ一段目。前はハイエースが。今度ハイエース。開かないです。開かない。当たるよ。すごいな。我两边的那个棚给我拆掉了已经。那你这车怎么办？处理啊？这个不处理啊，就两台都要。近的地方嘛，开一下这个嘛好了。要去远的地方才算。大哥，靠近点，慢点，靠近。这个是靠近。嗯，是那个方言可以。长久不有久不明那个老家的呗。七八岁了，你今天刚。你们上了直接就上去。好，我加盟します。不用脱鞋。啊，这个不用脱，哎，不好意思。我们家还没有到可以脱鞋的地步。这儿啊，这儿反正全部通了，到这儿为止就到那个起居室那边。然后这间是打算弄好了，我们俩的卧室就是这一间。这个电视好大。这个电视我特意就是打算这边弄一个那个家庭影院，本来是想后面也装，然后现在我们家不隔音，我在外面去听了一圈，然后现在还要想办法给隔音了。啊，これも自分で、これも，你看这原来是个押し入れ嘛。啊，押し入れ。我给它改成那个 closet 了，就是你可以，哦、这现在堆的杂物，现在以后那个衣帽间就可以自己走进去。嗯、我这自己后面弄了堵墙，然后给它，然后这块板下来是自己后隔起来，对，本来是推拉门嘛。对，这个板是对，反正都是瞎钉，你看这是不能细看的，不能细看的，这上面不能细看的。然后这个也是自己做的，这个、就是买一个板，上面那个木板，然后你自己这个倒角什么的自己做，自己磨，给它转。那这个地板是以前的还是换了？这原先是榻榻米呀、啊。哦，全部是合适那样的。对，原先是这样的，给它掀喽。然后不是群里发那个先给它拿上那个叫哪的，就是那个。你的地球国共难顶，就是小的木条，哦，它
底下有一层板，然后小的木条贴上，木条中间是放那个就是那个断热材料，就隔热层，隔热层弄完了之后，在上面铺那个12厘米的那个木板。那你顶上还要也要加工？顶上就是不隔热，就是把那个隔热拿那个隔热全部填好了之后再铺一层木板，但是最好呢是把那个棱给留出来，棱还是很漂亮的嘛。我想把那个棱留出来，但是这样加工就有点麻烦，要不就是里面全部填满之后就一块板直接就蒙上去。本来上面有天花板的，这个天花板全被我拆掉了，你看这个还留了个柱子，这本来是这种，不是本来这么高的地方是全是天花板。现在这个是我的工具箱。对，这都是字，先拆完了再数。说这个，那你拆这些，你还挺敢拆的，不怕它？不是，什么沉重啊？这种就不能拆，这是沉重的。这种大的粗的柱子不能拆，其他的全部都敲掉了，其他都很，就是这个里面都是很轻的那个板。这个不是本来都是那个墙，你看见这？我砸了两锤，我发现不对，这外面，外面不是它这个，因为这个短嘛，所以说它这边不能砸，这个不能踩。刚才你已经砸了，我砸了两锤，发现这两边高度不对，这个是这个、啊、通到外面去的。哦，对。对，这两边高度不一样。那还要修补啊？这个啊，我本来就打算这个全部都用那个木板就盖上。这个是中古买的，但是这不是我自己装的。这个呢？啊，那我就上到基地他弄。这个装？这个不那么容易，这个不是我自己装，这个有那个。不，这个还好，这主要是水，这是水道啊什么的，嘎死啊。排水系统什么的。后来呢，结果我们自己写个了，基本都没理。装的费用比买的费用还贵。这是二楼，它本来有这种装修，我就没动呢。啊，原来住的那家的李凤，他们，那么，でもそれでも20年ぐらいは経ってる。これは僕の仕事場。两台电脑。对，仕事場。今ここで仕事してる。この部屋は自分でやった。这块的这个板是自己贴的，隔热层自己贴的，这个地板是自己铺的。这个缝铺得很好了呀。不是，这个不是缝啊。这个是地板革，骗人的。对，不是真的木地板。对，它其实是胶，是吧？对，这是上一块布。然后我们底下打算用那个真的木地板。这原先是个合适的屋子。你看这个原先都是纸的那个，都是那种盒子敷的。盒子敷的，那盒子太麻烦了，我要给它全部拆了，用那个普拉当。自己钉，对，塑料的，自己弄的，对，这个是自己弄的。这边卧室，这边工作室，就是，然后那个地，那个地板啊，这些你看，它这因为漏雨了，这些你看都渗的水啊，这个都是有痕迹。全部一人で奥さんと一緒に。奥さん、あれこっちらメインや。这个三个人見たら分かる。他是。主力能干，我们俩一起干，有一起干嘛，反正有事情干，就相当于有个这个是个大的玩具。那原先是这边有一个老太太，年纪大了，我们去那个养老院了，然后这个房子就空了5年，然后后来等老太太过世了，然后他们家亲戚拿到这个房子，太能装东西了，你看这各个房间都是堆满的，他都不什么都不丢，什么都不丢。然后他应该是他们家亲戚啊，什么有小朋友的那个什么练习本啊什么的，那些全部都留了，他的账本什么的全部都留了。作为他自己的一生，他的那个保存是非常好。现在里面堆满了工具，就是这种杂物，打算把这里面改成我的工作间。你在这上班以后？不是，做木匠的那个。哦。你看这上面有好多，每年都有好多燕子来那个做巢，在墙上都是燕子，那个今年不给他们来了。
你看那全是燕子的粪，弄个工作台边上嘛，工资挺好。你看这个是老太太的这个梳妆台，哦，这个可以留着啊，这个可以留着当装饰也挺好看。我处理不掉这个。我今天还刚刚把这个，你看这个本来它都出来了，嗯，我就给它那些这边出来的那个草啊什么啊全部都给铲掉了，铲到那个里面去了，那个移植了一下。这些都是以前留下的植物。对，这些都是以前留下的。这里面有阿基塞，有那个叫阿基塞中文叫紫阳花，对，紫阳花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它这个縁側挺好的，你看，它不是上面一层，然后底下这个外沿这个有一个那个廊下的那样叫縁側的，啊，那个我不是砸墙，就是砸到上面去了。哦，这个到时候我这儿全部都重新铺一下。这个都擦掉了，对，对，你看坐在这儿乘凉什么的，一开，那这些花粉都要去掉，去掉啊！我这个说来话长，三次，三进三出，三进三出。第一次是研究生，劳务输出2年，然后再是留学，当时。不想待了，当时我雄心壮志的回国创业呢，跟着那做那个 IT 外包什么的，然后好不容易做到可有点那个盈利了，那时候我老婆受不了了，就是我前妻受不了了，就是你这整天干忙吗那么忙，没什么利润，那还是回日本吧。他给我偷偷找了猎头，然后我说怎么猎头来找我那个。问我要不要来日本什么的，后面给我找了份工作，然后，那你最后一次来都也很多年了，应该。我第一次来是1997年，1997年到1999年1月回去的，1999年10月份再来，上学，2002年回去，2006年再来的，在上海待的时间蛮长，上海待了3年，工作了3年，对，2005年要来之前先去湖北。一家那个汽车的那个制造公司帮他们做那个 SAP， 就是这个梁本来我是想让他能够看得见的，比较好看嘛。嗯。但是现在就是这样的话做起来就特别麻烦了。对。特别麻烦了。你要是一个全是。我要是全部弄来，我用板就直接给它钉到那个上面的话就好一点。就像瓶子钉了。对，就是一块板，就是拿那个梁。这中间填上那个防热的，然后直接就板就平上了。你要是留那梁的话，太难弄了。留那个梁就比较麻烦，弄也可以弄，就是那个隔热板，切一块一块切好贴上，然后在那个木板在中间贴上。就像上面你看它能透的光啊，那冬天这里面那个风呼呼往里灌，然后那么大个，这个你肯定要给它缝上，太冷了，要不然实在受不了，太冷了。它上面还写着字呢，那个梁。那是它是公司名吧？嗯，肯定是木材公司的名字，那这木头也50-60年了。对，它那个就是你就接跟那上面的那个管道能接上就行。接的时候它有各种工具，它不是有那个绕的嘛？绕完了就防水胶布那个。就防水胶布绕完了之后就没事了。我们买了从中国买了大概几十个灯泡，然后到时候就直接就这么一个一个。各个地方这房梁上面全部都装上就行了。好啊，这个地方是现在是这么走上来的嘛，这儿我它本来是有一个台阶的，我给它去掉了，然后这儿给它封上不从这，因为这一开门进来里面就全部马路面不太好，我就把这个地方弄成跟这儿一样的那种。嗯，然后从这儿进来是吧？对，然后把这个地方往里退一个，做一个台阶往里退的，从这儿进来。这个木头好好看啊，这个、是吧？哥哥，他刷了水漆的，你看，这个刷了水漆的，我们要重新给他从这边
给它铺板铺过来，铺完了之后在上面弄一个那个 system kitchen。 这个是以前几十年前日本才有的设计是吧？对，他们以前都有。然后就是你看日本的，到日本的那个老的旅馆啥的，他那个洗澡的地方也都是这种。这水磨石嘛，我们那边也有嘛。我们这我小的时候造房子，那个底下那个水磨石就是这样的。これソファー。ソファー。で、車の中。車の中でこうすればベッドになる。那你们是有一个 image 吗？还是大概有一个 image？ 大概有一个 image。其实也没什么可干的，我们俩没要求，就是空旷嘛，让它空着，该是空的就是空。有那个自己有一个设想。还有吗？把它木头弄好之后呢，里面就大量的绿色植物，给它弄成一个丛林一样。这是他的那个，我说那我也挺喜欢。原来因为冬天这边太冷了，我那些都全部都冻死了。就是从千叶带过来，本来有好多都在外面，现在都冻死了，然后我重新来过吧。这个我也是自己空山丹买的那个自己做的那个书架，其实就是很简单，两块木头顶上。然后把那个架子百元店买的那个拧上，然后在上面盖几个木条就完了。你们可以这个可以尝试学。对，你们自己从简单的做起。YouTube 上面很多啊，你这个随便想一想，简单的做起，然后就上瘾了，完了就进了这个坑。对，あと一年頑張っててください。そしたら。そしたらまた友達呼べるようになる。そしたらこの中にジャングルになってるか。なってる。从去年五月份就搬过来了，然后动没什么动静，光彩没干。搬过来就住二楼。关键是没有时间干，而且他这边有的东西没弄好，没法干。最开始就是二楼的那个房间弄完了，能够住人了之后。一下子进度就没了。一看今天哎呀没劲儿了，我就上去了，哎呀我们俩就干到这儿吧，或者把这个干完明天再干嘛，明天了下个礼拜再干嘛，反正不着急，没人催。之前住船桥，船桥是那个U2的那个那个团地，我比较喜欢住U2团地，又宽敞，然后也那个还没那么多事儿。对，那你从那儿搬到这儿来上班啊？自从疫情我就一直在二楼上班了。下一个打算就是把那个大车弄好了，这边一边开车一边干活。今天因为这是为了让你停车，我把还是停到那边那个停车场了。待会儿跟你去看见识一下。还没开始呢，就把里面拆光了而已。那就永久在宅办公现在。对，我不是永久在宅，我只找在宅办公的。我已经通勤已经受不了了。普段奥库桑はここにいません。啊，でも先週からもずっと。引っ越してきた。今からずっと。前はどこ住んで？福島。福島県。福島市。地震の時。福島です。怖いですね。すごかったですね。それ原発からどのぐらい？原発からそんなに近くない？いや全然遠いです。あ、そうですか。近かったらもう住めないんじゃん。じゃあ大川さんの仕事もテレワーク？もう仕事はほとんどしないね。いやでも。ほら仕事場作ってるし、あそこで、あの実況の先生。でも何を教え、英語ですか？英語。すごい。すごいよ。就为什么来赤城？我买了这个房子呀。为啥选赤城买了？更便宜。なんでここ選んだの？ここ一番安かった。这里要多少钱买下来？你看这个两个楼，这两个楼。这个全部加起来100万日元，相当于是两栋，两栋两地，地有多少平啊？地不知道，你都不知道有多少平就买，忘了，忘了。これ、友達が日本に
来るので、あの、あの、経営ビザを作ってる最中。だから会社はまず設立するので、これを貸した。二哥去过全国的道泽站是吧？米奇罗駅。嗯。大好き。全部美国。这个2020年的那个关东米奇罗駅，到个地方都盖章。哇，还得盖章了。对。反正就是到一个地方，我们俩也一起去。很多时候都是为了盖章而盖章。你看，资诚14个，立木25，群马32，盖完了之后可以领一个勋章。勋章领到了？对，我贴车上了。一番いいところ、印象のあるところ、どれ？魅力。嗯？どこだろうね。結構みんなあんまり印象いい。うん。普通。すごいだってもう反抗。反抗のために。反抗のためにだよ。だから普段行くときもう完全に反抗のために。だから道の駅に行っても反抗って帰る。今晚在我们家吃火锅呀。我们就在这儿吃火锅好了。听你的那我。在二哥的邀请下，我们恬不知耻的留下来吃火锅了。奥克桑二嫂一个人完成的晚餐，叫伊达达基马斯，咖啡冻，好好吃啊！你看这个都贴了那个自震的，那个防止震动的材料啊，防隔热的材料，这些都贴完了，掀开了贴完了，就等着铺一些。然后后面也要全部都贴。好不容易给它装上去，然后打算后半边是弄一个床，前半边做一个二拱门，前半边这边弄个那个桌子，我可以在这儿干活。哦，上班，因为旅途中就上班了呗。对，我在这边上班，还可以开车，也可以停哪儿。幸せね。然后。可以去看看，你们还很干燥。嗯，网上很多。他们网上太多了，做的跟房子一样。就像这个是这房车啊，这个65万都可以过吗？